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哦。今天我们要来移植迷迭香，之前种在花盆的迷迭香已经根都跑出盆外了，那今天要把它移植到这个土壤当中，那我们就一起来移植吧。第一，我们要先挖一个洞，第二，在洞里撒一些有机肥，然后把土壤拨均匀。第三，我们把要移植的迷迭香根部都把它切掉，部分的土壤把它拨松。第四，我们把它移植到刚刚挖好的洞。第五，再撒一些有机肥，然后覆盖一些土。第六，我们要用脚把这个根压紧。第七，把土覆盖后，我们修剪一些外枝还有内枝，把它修剪比较美观，比较稀少一点，有利于它之后再长出新的枝。